玩过。好，拿去洗牌。来，来，来，麦克风给我。好，顺便检查一下这个牌是没有任何问题的，因为很多人怀疑说呢，魔术师用的东西呢，可能都有机关或道具，其实根本没有这回事情。好了吗？好。好，来，从里面随便抽一张牌，剩下的还给我。好，把那张牌呢藏在你身上最隐秘的地方。隐秘的地方？啊？是？对，只有几个地方而已。蛮难的。真的没有口袋啊？所以啊，给我们镜头看一下。好，然后给现场所有的来宾看那个。哦，我们要看，对。哦，我转过去，我不要看。你眼睛要闭起来。啊。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，很绝的。绝。好了吗？我转回来喽。好，来，向宝剑拿这张牌。向宝剑拿到这张牌。嗨。由向宝剑放进去。放哪里？放到上面。啊，这里。好。嗨。仔细看。接下来。哦，对对对对对。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。哦。麻烦给我一个看得到影子的光。好，这个吗？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不要碰到这副牌，我把牌放到地上去。好，可以看到它在地上，对吧？对。好，同时呢，你会看到我手的影子在地上。对。好，我手动，影子也会跟着动。对。这是一定的嘛？哦。好，仔细看。哎呦！哎呦！哇塞！好可怕！哎！好可怕！为什么要想起我啊？好厉害！不可思议！哇塞！一杆之后，你知道超标会发生什么事吗？你快不及格了，就只有二氧化碳了。你把水挤干了以后，这一张钞票它会变得很轻，它可以浮在空中。你没有发现吗？这就是一期的100块。
影子来表演。扑克牌又来了，扑克牌打开啊，打开，镇静一点。对对对，可能会电到哦。来，盒子给我。冰老师，你怎么自从主持这个单元变得诚惶诚恐了？洗还让你洗耶？会不会啊？哎、哦，果然是行家。这个是长官牌的手法。好烂哦！洗牌的同时呢，检查一下这个牌有没有问题，因为很多人都怀疑魔术师的牌都有问题。对，检查一下。来，检查一下。什么牌都有吗？没有，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。我没有串通过。嗯，没有。好，来，麦克风给你，你选一张牌，剩下的牌还给我。藏起来，先还他，先还他。好，给大家看，给现场所有的观众朋友看，但是不要让我看到。哦。哇。好了吗？厉害、啊。好了吗？好了，好了，好了。你从这里面随便选的，对吧？嗯，对对对。大家都看过了吗？看过了，大家看过，看过了，放上来，放上来，直接放上来。